还有团，我们没办法。谢谢大家。中场休息，大家的表情为什么有点错愕的样子？我们休息一下下，然后待会下半场会在5到10分钟之内开始。那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呢，上个洗手间，或是到外面的我们的假日慢市集走走逛逛。那在铁花村里面呢，你可以带水跟吃的东西进来，所以如果还会饿的朋友，欢迎到我们慢市集有卖卤味的摊位，卖 bagel 的摊位去看看。那休息5到10分钟，待会一样在铁花村，我们会邀请迎接微醺开根。那如果大家桌上有空杯空瓶，帮我们拿到吧台的侧边，谢谢。我想说跟你聊天呢。啊，等你。